纵使曹操相逼，恕意终身不为他设一计献一谋。曹仁在，李典在，吕旷在，吕翔在。我命你等四人为先锋，率所部兵马30,000前往樊城驻守。大哥军师，大哥军师，大哥军师啊，三位将军。那吕旷吕翔皆是我和子龙的对手，未战两合皆被催于马下。哎呀，军师果然神机妙算，军师仅用一计便是他损失2员大将。吕旷吕翔为我所迫，曹仁恼羞成怒，尽起大军来攻新野，樊城必然空虚，可乘此机夺取樊城。关羽在，张飞在，二位将军率1000兵马往樊城迎敌，二位将军按我计行事。遵命遵命。子龙将军随主公左右，听候调遣。是。解释真乃奇人也啊！主公过奖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元直告辞。元直，来人，来人，把这片树林给我砍掉。他使我看不清元直的背影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